Hello， 大家好，我是异乡好居伦敦分公司的安迪。然后今天呢，我们跟随我们旁边这位美女 Jane， 然后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个 IQ of Hoxton， IQ Topton House。Yeah， absolutely， follow us 。这边有 Christmas tree， 然后有圣诞树。Can we go to the hotel？We have the ping pong table, there's a pool table, there's a football table, yes. And there's also games consoles that can be added to the TV.然后这里面的风景特别特别好，下午的阳，今天天气也特别好，下午的阳光特别充足。好的，现在我们跟随 Jade， Britannia 的 Jade， 然后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 study area。这个房间的话，哇，是有好多好多是一个独立的 meeting room 吧，大家在这里面开会的或者小组讨论的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齐全的，基本比较齐全的吧，鸡，然后还有洗车的机器。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Britannia 的 Superior Room。这个房间我刚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大，然后整个房间那边床是双人床，感觉比一般的学生公寓要稍微面积要大一点。衣柜呢，我感觉比我都高，然后里面可以有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比如说箱子可以再放上面。Hi Jade,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radiator and how to control the light? How to control them? Yeah, absolutely. So there is a switch and a thermostat in every room. So you would just click the on button, whether you wanted it on one or full, and then you could turn it way up all the way down.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athroom.因为我们的这个房间可以短租，Britannia他们提供短租，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好多同学的租期呢，可能有的是30多周，学校其他的公寓就不能提供，但是这个公寓的话就可以提供，甚至10周都可以提供。所以说对于短期的同学的话，非常非常的方便。现在就来到这个公共的厨房，今天小居替大家来看实地考察了一下，真的是还不错，周围环境不错，挺好的，然后挺方便，周围有很多超市，对面就有足球场，然后可以去运动，总体来说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吧。然后我是异乡好居伦敦分公司的安迪，这位是我们的那个 Britannia 的 J。然后如果大家想订房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们，然后我们会为大家竭诚服务，为大家订好房，谢谢。